以后就每天都回家吧。行，还是别出去了。接着说，每天都做饭。后一句才是关键哈。对，今天我们老大做的饭，那是我的筷子吗？这样我每天都有饭吃了。嘿，我饿着你啦，不带这样的啊。是你每天都美味的饭。嗯。哎呦，我做的饭不美味啊，真是。豆瓣掰给你俩吃，我吃不了这么多。来来来来，给你把肉夹走。一人一半。回头再让你爸买豆包。哎，明天我去取吧。哎，不了。明天我去姥姥那儿啊，正好上你爸那溜达一圈。明天先吃吧。行。馒头也好吃呢。来，一人一会儿再冲一包这个。行。羊奶，新西兰的奶粉，河南的铁锅山药，还有山东的黄金小米儿。我现在这脑子断片儿，脑断片儿。小棉袄就是好。老大做饭，老二刷碗，我们还上下班。有人又该喷我了啊！孩子上一天班了，你就忍心让孩子回家还给你做饭？对呀、啊，我说他妈呀！我问了，我进来先问，怎么样？今上班累吗？都说不累，不累就干活呗。孩子不能惯啊，知道吧？你惯什么有什么。哎，姐儿俩在厨房刷碗呢，那个弄水果，弄菠萝呢。聊天呢，我们聊工作呢，单位发生的事儿，多好啊，姐儿俩。大家晚上好，我们吃完饭了，聊了会儿天，老大就回去了，现在又剩下我跟老二，他上楼了，然后老张呢还是自行隔离在平房呢，刚才跟他视频哈，他说还是没有完全好，嗓子又哑了。我到后期，我现在包括也是嗓子有点哑，也有人问哈。说兰兰，我现在跟你症状一样哈，就特别难受，咳嗽呀。你吃的什么药好的？我吃药挺多的，我都记不住药名了，但我都觉得好像没有对症下药，对症下药啊，好像还是我靠自己的免疫力给它抵抗过去。也就是说，两个星期、三个星期、四个星期就慢慢一点点恢复的。你没有这个时间啊，没有这个中间这段时间，我感觉你就包括输液都不管用的，所以别着急。耐下心，你就注意休息，然后注意睡眠。可是说实话哈，真的有病的时候吧，因为可能胃肠功能也紊乱了，然后又排不出便来，上火嘛，啊，也睡不好觉，睡不好。今天开始恢复了，又开始哗哗的哇哇的睡觉了，所以慢慢哈就抵抗力就一点点的在恢复，但是还是觉得有点虚。所以呢，孩子也知道，我也刚好立了，所以俩孩子挺懂事儿的，下了班还回来哈做饭什么的。反正我就觉得前日子上那个课吧哈，还对我帮助挺大的，也加上这次重感冒，真是让自己知道哈，这种就是力不从心，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那种感觉。也可能是我以前身体就是相对比较壮实，就觉得我能干你为什么不能干呀，怎么你老天天的这儿疼那儿疼的，就是一让你干点活你就唉声叹气的哈，就觉得哎不理解，现在自己有病了就理解了，真的是难受。就是想干就没劲儿，浑身没劲儿，就想在那儿歪咕着，就不想动会儿，是吧？你没病你体会不到，你真有病了你就知道了哦。所以呢现在再一想哈，他们没有你身体好吗，是吧？所以也别要求人什么了，那你就哈就可能会更焕发你那种爱心吧，你就会关心他，哎怎么样啊，好点没有啊，难受不难受啊，是吧？以前呢也是不太会关心人啊，现在就能那种共情吧，就能换位思考了。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坏事儿也不一定，所以这回呢，我再继续哈深挖一下，也治愈一下自己的心灵，因为每个人的心灵都会在某一个阶段哈，出生的阶段，就包括老师讲哈，如果父母在怀着你的时候，他想堕胎，本来不想要你，但是你被生出来，就这种在母胎中的这种伤害。都会在你出生以后给你带来一些影响，就是心理上的、情绪上的啊。这不是说有人说啊什么什么什么，其实哈，人都是专门的，考过心理咨询师证的，都是非常非常不错。然后，我也哈跟那边都预约了房间了，订好了单人房间了，双人房啊，我订的特意订的单人房，就是怕睡不好觉，怕同住的人，比如打呼噜啊，或者
好聊天啊，或者有的人他晚上不睡觉看手机啊什么的，都会影响。我睡觉特别轻，我这人也比较各色，嗯，就是比较事儿，所以多花点钱啊，因为住宿费你是要自己出的，其他的费用没有，就是住宿费啊、吃饭什么的这些费用，所以这方面的钱我还是愿意付出的，因为它可以是吧，拯救我，拯救我的家庭，然后也可以，对，让自己哈每天开开心心的。反正自从我上了那课以后，就明显感觉心态调整过来了。原来每天吧有点小事儿的就生气哈，而且我特爱生气，现在就心情真的是跟原来大不一样了。自己一变，周围的人也跟着变了。尤其是哈，我跟老二，我们俩几乎就是每天哈，不管大事小事，我们俩就会有，怎么说呢，就是有谈不拢的地方。谈不拢呢，就他生气了，要不就我生气了。反正你看这么长时间哈，也都将近快半个月了，没有，哎，还挺好的，有说有笑的。虽然话还不像我跟他姐姐那么多，但是呢，至少我们能够坐下来心平气和的说话了。我觉得这个就又往前走了一步。哎呀，有人老说哈，来来看你能坚持几天，希望能坚持的时间长一点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这么多。美好的一天又过去啦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心情愉快，吃嘛嘛香，躺下就着。拜拜。